个。葱抓饼1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！吓，葱抓饼啊，十块，九块就对了，100块够人要啊。超市不可能卖那么便宜。无人要争啊吼！超市的价格至少要贵个20%，最少、啊。100块够人要吃啊！吓，100块啊，100块啊。还够人要啊！我剩最后5个人去尔，100块够人要啊！来，靠平安底啊！来，最后4个人去，最后4个人去，无啊！我招一个100块够人要吃啊！吓，100块啊！100块够人要啊！吓。上礼拜我没来呢。咱讲真的啦，这你唔惊可以啦，这你唔免惊可以啦，伊内底一层甲恁铺好啊，就对啊啦。嘿啊！啊，你就是去掠，安尼尔啦。我招一个100块，够人要来无？100块啊？无啊吼，啊无人要吃啊，无人要蒸啊吼。你要蒸无？你对因惊吸暴啊？好来。来叫阮石头。来，安尼。啊，无我问者，我这个头排骨纯餐的尔，幺三排骨，咱讲真诶啦。暗时天气刮寒啦，暗时天气刮寒啦，啊！各位还没追踪，注加汤蒙啉啦，阿弟啦，置顶留言那个粉丝，注加汤蒙啉啦，一包吼超市诶，汤公真诶，这种包装诶，你去超市看了，一定看有诶啦，一包卖偌济？卖199，啊，准200块就对啊啦，安尼啦，涨200去啦，诶，我两三日尔，汤公真诶啊，涨200去啦，开400，开300。我招一个2.5，有人要爱无？2.5，2包2.5，2包。2.5有人要爱无？咱寒天的物件愈来，咱汤头愈来愈有啊，愈来愈反应啊嘛。恁先倒去啉看卖啊！我招两个人客尔，卖啰嗦啊！200块有人要爱无？幺三排骨200块，这2包200块，4斤重200块，无人要吃。咱讲真的。什么呀？不可能，下礼拜我叫姐200，汤真的不错喝。好了，汤真的不错喝。200，可以啊，我吧，才唱一句而已。200够人要吗？太过分了，是的。200够人要吗？大。好，有这包你的啊。好，啊这乌骨鸡够人要吃啊哈，乌骨鸡啊，大只，一只4斤。挂汤，我不知道。挂肉啊！你要干嘛？挂汤啦！内底安尼。今日无啥卖鱼啊。咱讲真的啦，鸡啊才大只啦，我甲饲着你都看有啊。内底乌骨鸡啦，规只乌骨鸡才大只就对啊啦。这只落好板刀，板刀好板刀，我无甲恁骗。规红安尼底起安尼有无？鸡啊落安尼，这只上少700。咱讲真的，这是无好吃。没有，它里面有猪油，这只该无开700。我招一个600，有人要来无？500块，有人要吃来无？500。一只，两只尔啦，无偌济啊啦，两只尔啦，400我招一个啊，400块。你只是不吃肉，不吃肉就可以。哎，人讲只，不吃肉，我加你去就好动嘛，不是？昨天我才有，我招一个3块，有人要来无？蒜底皮是没有卖。3块，有人要吃乌骨鸡汤的无？健康的。乌骨鸡汤无人要来啊！炖嘛，海云把大家的心声。300块就好啦。素的不要为了挖苦，不要为了挖苦。内底有包油干贝啦，我跟你讲较紧啦，内底有包油干贝啦。我招一个300，有人要吃无？300块，300块。旁边转身偷吃槟榔。300块，槟榔吃很大。300无人要来。买这只鸡是个人玩的，还是生了歹，乌的就对啊啦。你莫算讲乌的个人玩就对啊啦。三顿掉，唔要买汤，三拢来汤汤的，乌的个人玩。300有人要吃无？300，要剃落去，要300无人要吃无？即摆若天气寒，再来偷汤，歪炸，我歪炸我来讲。哎，人咧笑，你咧笑，你足无尊重我诶！没有，我讲真诶啊！飞机条有人要食诶无？花枝条啊！我看你就歹面。来，花枝条敢有人要爱啊？飞机条啊！大只一只10几斤诶，飞机条去切落一丝啊！你当伊炒一下迄落沙爹咧，啊炒只芹菜好食啦。外口一箍卖偌济？无少讲诶，外口一箍你去超市甲看啦，80啦，80-90啦，2-3块好来开，你遐试我招一个200，有人要食诶无？200块啊！200块够人要爱，200块用有人要爱无？南山的无偌济啊啦，莫搁加讲啊，100块啊，少一100啦。嘿，一百块安尼。
无啥感觉呢，100块啦，一公两公三块啦，100块啦。100块。一公两公三块啦，100块就对啊啦。够人要来无？两公三块我来啦，100块啦。来头前我这。够人要来吗？啊，剩南山的尔，无啊，剩这里，剩这里，没有了。够人要吃的吗？飞机条啊。一块两块来，我招一个三块，100块赢啦。100块，搁有人要来无？100块，一块只两块，我招一个3块好来，100块。哎，这等于倒位警察就好啊啦！哎呀哟，这等于擦倒位警察就好啊！我们扫的一恐怖的。他这个伊阿公扫了一恐怖。100，搁有人要来无？100。我纸条。飞机条。一只要三无半条，飞机条，下工头都多快呗。飞机条，搁有人要来无？100块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人客。这你要来啊？最后两个，我爱坐两。最后两个，我招一个100块，搁有人要吃啊？100。最后两个人客，最后的两个人客，100块搁有人要来无？哎，虾啊，哪卖？100块搁有人要来？飞机条，飞机条，100块搁有人要吃啊？咱讲真的，春节尔无啊？我招一个100块，哎，这400啦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400啦。已经两礼拜了，袂安尼招白啦。你咧招搞，你咧招搞，买罗网袂？我等下还搁抬呢，我顶两礼拜也无来。讲你煮较艰苦煮啊。啊，抬嘛真好抬啊。食嘛艰苦食。你迄是啊，迄同款来啊。哈。同款来。无同材。你足着搞的咧，人啊咧甲你讲话，干拢要讲安尼，就安尼。讲真就真，软就软。因为你拢要甲抬价。我咧规工咧耳啊，你要哪说两个哦？你人讲真咧。哎，较听因两个就联合甲你收你。哎哎，这400好吧？好吧。哎，全世界拢咧看你抬价，你安怎？啊，你来好笑，我边看。你看你边手机啊？你看你边啊？一支手机内底盖无四个，哦，才好几千万。哎，无要紧咧，唔是犯法咧，正常啊。抬价唔是犯法啦。是啦是啦。哎，你卖无，那要八千。即马几分？即马几分？我这边来等啊！啊，无啦无啦，阮家无手机啦，阮家无手机啦。即个时间段你去看卖，你发现足精彩的代志哦！你招搞啊！你错甲规身皮，我来讲。啊，那是袂啊，那袂。干杯！我问者，哎，哎啦，卖乱，卖乱，这无用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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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对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一个偌济？啊！你这还袂问了，还问这？我跟你讲，我无时间啦。你啥乱啊？要相亲啦？我咧为。袂中嘞哦，一克干贝就好啊，500公斤，哎，一百啦，500公斤就是一百啦，我都给你500，一百啦，五百公克就对啊啦，一克两克超市袂好济，400、500拢有啦，我问者奖两克，奖两克一公斤重就对啊啦，开400，三哦，这股价拢乱去，300块就对啊，300块。因为我都清唱啊，清唱没有伴奏，三百块又没有歌词，哎，你别唱。你是买啥？哦，啊，这300块人买来无？好，我。哎，我那你啊，你惊着遐哦，放到嘛先。惊着，你第一个那三年嘞。你双手啊，一车。这场在二水哦，二水。干杯，够有人要吃来无？300，一块两块好来，300块。来，那边阿姨啊。我招一个300块，干杯，够有人要来无？干杯300块。干杯300块，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，干杯啊！我问一个干贝300块，搁有人要来无？一公斤重，2块一公斤就对啊啦。我招一个300，两个300，两个300，安尼300，安尼300。来，你说我你会惊？你唔来真诶，假诶。哈哈哈！想迄套条嘛假诶呢？迄套条塑胶做，安尼像恁做。你甲伊共团诶。我招一个300。再一个哟。300，搁有人要吃啊无？哈，300。300块干杯，一个啦，实在感谢你。哦哟，我大，喂，你今日嘛，咱嘛就，就有赢哦。300块，敢够人要吃啊？干杯啊！干杯300块，够人要啊？无干杯300块。哦，涨也未少啊。干杯够人要吃啊？无干杯啊？我无咧伊，全部几个人客尔啦。我到咧，我无咧伊啦，伊都无啥吃。我招一个300块，敢够人要啊？干杯够人要吃啊？无干杯啊？诶，干杯你拢歹吃啊？哦。干杯，你拢无要爱啊？嘿哦，我招一个300块，哪有人要吃啊？没有计算哦。干杯，无人要爱啊？哦，
个人完成，这南山的尔，咱讲真个。来啊来啊来啊，啊无安尼啦。俗个。哎，我有一挂这南山的，恁敢有啊？俗俗的，人讲真个啊，这叫啥海龟子啦？海龟子细包细包就对，一包拄好差一顿啦，一包差起来拄好差一顿，安尼就对啦。外口吼，哎，俺无好像讲个，你去海产档就对啦。一包差一顿拄好，迄盘安尼起偌济？200块啦。一盘拄好差200啦。我问一下啦，海龟子海龟子海龟子。手上袋子有落钱袋吗？咁你卖物哦？你你落口煮较好，一包盖无吼，爱伫个80-100啦，拢有可能啊。诶，好忙者，好话再一个老板。好，等下互你问。我招一个这200来开百六。开一个开150。开100有人要来无？第三。面啦。咁你卖面？不，连工连烤肉饭都炸来，我话你讲。我招一个100。你二嘴会火烧面嘞？我招较紧的，一人300去，无就说100有人要来无？面。这个问题。该吃该吃，不会了。有鱼有鱼。